那这个就是后续其中之一，那它同时也是 open source 的。所以我就要用台语报告，若是听无的人，等下再来找我，我用华语另外甲你说明。我的 hashtag 叫做新台语运动，哦，大家大家大家，嘿，安尼会接着我的时间来拍无啊？我要做物件叫做新台语运动吼，我要做一个网站。咱知影讲教育部有一个台湾闽南语常用书书店吼，啊，尾啊，这个书店内底资料全部拢放伫个咱上界有名的网店内底。不过这个是安怎有这个书店还阁无够咧？因为教育部这个书店第一，伊的物件真旧；第二，因为伊是官方编的书店，所以比如讲你爱知影台语汉字，你爱知影台语。而且上重要的是，伊内底袂去收一挂阿里不达有诶无诶物件。不过咱身为一个乡民，乡民有没有吼？就是咱其实真需要知影一挂阿里不达诶物件，台语要安怎讲，也是讲一挂新的物件，咱台语名来讲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讲，咱应该爱来做一个互乡民来查的、来使用的台语的书店。所以今仔日阮的进度都已经有到这吼，这是阮未来这个书店台语啊生做安尼型。所以我即摆就想要讲，我想要知影水母的台语名来讲，我就甲水母起入去吼。好，你就会看到讲哦，出来啊，这头一个讲法，伊叫做提，吼，啊，原来这个词是对倒位来的。另外，伊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直接甲水母两字，这个汉字的代字的发音讲出来，叫做水母，吼。好，这是即马目前的进度啊，因为还未做了，所以我直接用马卡来讲一个较详细的内容，吼。咱头拄好看到讲，我两个水母拍入去了后，我会看到。头一个是提嘛，啊，第二个是水母嘛，吼。啊，因为你看到这字，你会感觉真奇怪，我根本都唔知影这字名哪念，所以咧，我就有互你听到声。过来就是伊的华语是啥物意思？过来就是伊是对倒位来的。上个重要的是，因为一个词有可能有唔哪一个翻译，所以我有提供一个投票的功能。你若是感觉这个翻译真好，你就甲饲安尼讲好；你若是感觉这个翻译无好，你就甲饲安尼无好，吼。所以，若准讲，你来看哦，即马因为有个人一定真侪人。是来乱的嘛吼，啊要来乱的人要安怎？咱就是看讲，你若是看到讲伊的排名较头前的，就表示这个讲法较好吼。哎呦，好，来啊，因为过来就是伊，阮有一个真重要的，就是阮希望讲未来来查这个网站的人，伊除了查以外，伊会当看到一挂。无同款的吼，台语的物件，比如讲啥嘞，伊可能有影音，还是讲伊有图片，图片呐吼，比如讲。像讲这吼、個，有人唔知道，有人看到这卖客家小炒，伊讲，你看哦，伊有写讲，因为哎呦，歹势，嘿，伊就是用伊教你即句话的客家语名来讲，好，阿弥陀，所以亚发飞粉膜，好，我袂讲的吼。好，过来就是咧，比如讲，咱会当甲一段这个古文改翻做台语，吼，这是我之前捌试写过，啊，过来爱互大家听一下声吼。像讲这个，声音，谢谢。无声。啊，够无时间啊！所以我都讲到这，若是有兴趣的人，请你直接来找我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你。